明天要跟朋友一起去法国东南部的小镇，那在里昂的东南边，然后那边算是山区，所以就可以看到山，然后希望有雪。第一次去那边还蛮期待的，我们一起去看吧。
来试试看。我们要去看日出，结果天空已经亮了。Thank you.